对吧？给你打个那个新的呀，对吧？但它没搞那个电杆，几十年代搞的玩意儿，新打的话特别，它是个贵电杆，对吧？所以咱们电杆跟它的钢筋那样钢筋，那钢筋呢，它用光放出来，轻轻的，但是轻轻的钢筋，你讲过安尼，有新款面条无？所以呢，再讲上，这边有几片冬阴功前机会，所以再讲呢，如此，那如果轻轻。安尼，安怎？记得所想的，后壁你所讲的这，那安尼，这一切诸法比一凡之所应方，上不得心而得体。而且讲，这一切诸法，所以的一切诸法包含了佛法，包含了佛法，作用了当然作者。那安尼就上比一凡两字，所谓之一别，安来讲合叫做一凡。那你那了凡的话，一定认真就清楚，才能大家正确报告。了凡就是真正实际了凡，就是达到功德圆满、德行圆满，才是真正了凡。所以呢，过去的积德而精，过去的圣贤祖师，过去的圣贤先生，为什么要往生的时阵，要回光的时阵，拢往上了凡？所以了凡的啥，就是咧称赞讲真正伊的德行圆满。才叫做涅槃。简单讲，就是咱即摆大家拢在讲的，超脱生死，解脱轮回，叫做啥？叫做涅槃。因为要真正达到超脱生死、解脱轮回，就是要爱得心无妄。得心无妄，才有可能超脱超脱生死、解脱轮回。要真正要达到超生了死，所以才讲超生啊了死，要超生一定爱得先了死。那要安怎超生？真正超生就是无生。
但是伊阁毋知，伊阁知影讲暗时暗昏就是新的快乐嘛。所以咱必成啥？必成轮流观光。对，因为伊知影失心无受用，无受用啊，发心嘛无受用。但是伊在一边运动，伊在咧盘运动，伊在什么人呢？所以呾伊阁轮流观光。所以啥个？迄个呾短相，叫做短相。二呢，相应，伊是啥？迄就是一心所生的妄心相应。所以妄心相应，今日伫真一处，我有甲咱报告，伫头前几头前迄几章的时阵，好无？开佛的知见，甲开众生的知见。所以开什么叫做开众生的境界？就是妄心相应，叫做开众生的境界。无开佛的境界，所以呢，唔只讲断相相应，依着了妄心相应，而呢来以最上乘法，最上乘法，其实以只系最上乘法。咱甲看后壁一句话：五经中言说，一个中言说。念逆下下的不逆有随缘盖依逆必得效，所以呢，伊才咧讲最上乘法，咱毛想讲哦，无下乘，无中乘，无上乘，唔过有最上乘，无啦，都无下乘，无中乘，无上乘啊，要哪有做最上乘？所以呢，最上乘是六祖假设讲出来，经言讲出来啊。好，所以呢，才讲啥？古尼所说，即色心外别有法心。第一项，至道的义遐就是伫遮，因为色心外别有法心，这是就是了。在迄个上，所以迄个上看无开。啊，第二，离心别求义一别，离心别。求义一边，这个是第二个相。由追涅槃相乐，言有心受用，这都是第三个相。所以呢，这都记得过这三点的意义。所以这样的合作呢，直接开门见山的地方，去学了了这一段上下点字，最上下因啊，其实这都拢啥？这都拢家己心的想，心所发出来的想。所以心的作用，心作用，五蕴的作用，什么五蕴的作用？修，目睭看到了一切形形色色。感受了一切形形色色，而加上咱的思维，加上咱的观念，加上咱的看法，加上咱的设定，所以这种心造出来的一切相，心相、心的相、法空相。所以呢，因此呢，那做直接直接，执着了生死，这就是执着除了生死，贪着除了世间的这一切的快乐。那安尼呢？逆境当机，第二三，所以这呢，六祖就直接比较破晓。伊讲，不为一切迷人，任我本合合为主体相，分别一切法为外边相。所以这呢，六祖这个意思，不为一切的迷人，就讲为着了一切的众生兄弟姊妹，因为众生是对分的入定来讲。所以咱讲，依着了一切的兄弟姊妹，依着了一切的众生，认为讲啊，我本合合为主体相，就讲伫世间人众生伫咧迷茫时阵，再来讲，咱这个身躯是啥？是我本的合合主体相。诶，咱个拢知影，这个是实心，啊，咱内面即个主心。所以由自性起作用，而产生了色心，产生了色受想行识。
这个五分的作用。所以呢，以上有了这个色身的作用，有了色受想行识，所以才分别一切法，才当分别一切。所以呐，迄种叫做外边相。所以头一句呢，对这个心来得起。啊，第二，伊讲好生恶死，念念牵牛，不知妄愿之间，妄想轮回。第二个，对这个心的相，就把它放掉。第三呢，分别呐，唔知影讲咱听是只咪众生拢啥，拢好生恶死，所以要烦恼。伊那出世就伊个生在查甫呀，咧多加烦恼。对，你要吃着伊可能，对不对？啊，本来查甫的生肖侪，做伊个时阵，时啊生做伊那无咧吃药，麻烦伊个。所以生，医生，所以才讲呢，好生，好死，要好死就对了。你死都无人办，讲着死也要惊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看着，即摆若讲着人死吼，迄话哦。出面见面，然后人开口面吼，唔敢见对面头前，唔敢见对面头背面，多济哦，对无？甚至嘛讲哦，迄落百货里头去的哦，啊，落迄物件哦，拢唔敢去搭着，吼、啊。为甚物啊？这歹路径啊，安怎歹路径呢？无咧信的无啦，无咧信的无，所以这袂当去介入。所以呢，好生好死，念念千年，唔知影讲这个生甲死是啥，是一种的妄幻虚假。生是伫遮，死是伫这个假体文遮尔，迄个是嘛去另外一个世界，迄个无形嘛去另外一个世界，啊，迄个世界是啥世界，我咱唔知，你嘛是去另外一个世界。所以人较早吼，我老弟吼，捌听讲一句话，伊咧讲有影，但是那上无够话好听，但是实际较伤，咱莫甲听伊文言，听伊文句好听无，但是听伊意义有影。伊讲吼，人就是住伫世间的鬼，对无？啊，鬼就是离开世间的人。若要甲听个听无好听，对无？唔过，你咱甲了解伊下面有影。人就是住伫世间的鬼，对无？从这个上头看呢，其实迄个离开世间的人，迄个离开世间的人吼，是无这个上头看的。敢无？咱嘛是到有这个形的，对无？到这个形的，伊去讲伊回归本位啦，回归本来啦，啊无咱嘛有的，是无上的。所以呢，好生好死，念念千年。所以咱人的虚生厌死，吼、哦，若要讲就较，搁讲就搁较淡的讲，淡生淡死啦，对无？所以才念念千年，讲着生欢喜，啊，讲着死吼，都惊无做无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心头，咱每一个人的心头、念头，拢惯了生死这两面。所以就讲不离妄幻之间，那是一种的妄幻，那是一种的幻想。那是一种的假设，对无？生的时阵是数百加哈，死的时阵是数百分三秒，就亲像啥？就亲像这个时间，这个时间有的时阵有作用的时阵，这个就是三维达哈，大脑这就会产生作用。假使这个脑无作用的时阵，就亲像死，那就其他大脑其他就装不解，啊，不意思。所以要放在两脑爆完以后，我再创几个脚本来，别爱用解。哎，分解，哎，嘛是去了分解，即马较紧，拢去领赢赢赢，去了烤肉，所以呢，不定无还，所以讲呢，妄想轮回，所以一日生死，就一定爱来生死，生死放未下，就一定爱来接受轮回，这一定的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是第二个，哦，六祖呢，咧看指导的相。第三，以上乐涅槃，凡为可笑，终极之求。第三个，你甲迄个挂迄个涅槃上乐，念有心是乐。所以呢，先来甲挂迄个头像。所以伫这当中呢，叫做以上乐涅槃，
因为讲安着死了后，哦，自性会当倒转去到安尼，得到了真正的快乐。那安尼个心会执着于了迄个所在，所以嘛是就个俗。唔过伊佫知影讲是无，所以才讲比较讲讲两观空。所以就是观空，迄、那个空上是着条个，终极追求，追求啥？追求要人真正后面才要人倒转来涅槃。因为我得到涅槃，一变了后我得到涅槃，我就才得到真正快乐。啊，那安尼吼，咱做一个比较，你比较呢？安那我讲你比较，咱做一个比较。那安尼吼，佛菩萨为何他也搁在担心咱兄弟姊妹众生有这个辛苦？对不对？那真正等于讲咯，都快乐人吼，佛菩萨应该就免担心咱兄弟姊妹有这个烦恼痛苦啊。所以既然会当担心兄众生的一切苦，而且咧唔然搁等于。迄、那个心放唔掉，迄、那个嘛是空，对不对？啊，来讲是业主想要空，啊，那边来在讲快乐的，所以业主呢，哦，而且呢，叫一上到一环环内，可上将去追求，咱大家拢在追求啊，拢在追求啊，咱大家嘛是在追求啊，所以才讲不变诸故，所以真正后边面。化上了后，才真正是将然后做做不变出国，不生了迄个切分的心，慈悲的心，而要来真正到世间，要来度化众生，要来度尽世间的一切众生，就是安尼，应当以迄个慈悲心去，以迄个切分的心去，所以到甘愿要来照这个世间度化众生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呢，咱是涅槃净土，加上呢，在咱修行学道的过程当中，先用一个涅槃，咱若真正达到功德圆满，咱就是真修行，要达到功德圆满嘛，对不？那安尼后面咱就真正得到了涅槃，迄个涅槃就真正要得到了快乐，先用迄个想法来念，迄个叫做心想，迄个叫做涅槃想，但是迄是假设的哦，不是真正迄个观想哦，用这个涅槃想。辛苦了，我把比较这几年简单的比喻，啊，跟着我请教一下我的爸爸，咱较早吼，那丢了刀的是，咱丢刀的是真正的叫做准备。我讲，你大人，大人有三分的功德，上天做咱手到十分，咱大一个人，大一后边咱大大后边咱偌济功德，咱就会当回来遐安怎样，享受万般的各位有无？那就是啥？那就是形容这个涅槃上观，形容这个涅槃上观。但是有迄个顺序无？有哦。我当唔盲讲，嗯，啊，那人家真正变个东西哈，有迄个实际，那叫迄叫做真理，那叫做真相。有迄个实际哦。但是因为咱就是讲，只么未了解、无明了、未开悟的时阵，形容迄个上观。因为咱无迄个相，我较紧的。哦，我参你咧食菜，人正常个遐食嘛好食，我参你食菜，我也袂，对无？袂安尼想啊，所以袂做就道歉，行到人家就唔参道理，我就要请靠，要惊死。有影，所以较早我去泰国嘛，迄种用个什么啦？我想买迄个，买好食个，老早阵无错。一年后，咱有人去泰国，拢走来去晒去一间迄个餐厅哦，上吊顶是咧头餐厅。我打机会讲，迄羊肉，我较唔知讲迄做羊肉啊。以前我较食菜的时阵，我较食菜的时阵，都阿着羊肉，阿羊肉出来都食菜啊，好不好？食菜的时阵阿着羊肉啊，阿羊肉出来的时阵都要变食菜啊。所以我较唔知讲迄做羊肉，我大概下下食食，迄羊肉，阿个新羊啊，下下就是下下。我想讲羊肉，咱一只个上面甜的肉，下下呢浓汁叫做羊肉，唔是啦。啊，所以呢，唔捌食着咧，啊，嘛唔捌看，迄是讲电影，迄是讲，就慢慢来到到有去看尔咧。我阿只个做羊肉，所以呢，咱唔捌唔知时阵，前面才先用迄个想。唔过，到今真正讲咱大修行学道。咱若真正会当体会真理，
会当明白真理，真正有法度人达到，莫讲见识，莫讲明心，莫讲开悟，迄拢还阁足，还袂天光个啦，足早个啦，哦，足早就还袂天光个哦，啊，伊接着冰个，还袂讲着开嘞，所以呢，一项即个上要开始，以上，所以咱只一句话讲啥，照常要互咱明理，因未。要来情况，本来就是啊，照常要来面，啊因缘要来情况。所以伫修行学的过程当中，咱进伫咧修持，拢一定爱照常。第二分，二，提高提高咱的本性，达到开悟。所以在这段当中，拢叫啥？我把那一整个那讲吼，那叫叫做啥？那叫做啥？所以因此呢，吼，咱就当去了解讲，因为一向都涅槃，不，乃是涅槃进入，吼，就是讲用迄个涅槃相，互咱众生感觉讲好，安尼无来修袂使，有影？有影？本来就无来修袂使。因为本来想袂到倒倒面，所以呢，迄是真相，迄是无实物。但是咱是袂使，后面咱袂使办迄个相机的。所以才讲呢，善那无有现象，善那无有的相。因为呾，咱善那去了现象，有时啊，若真正都有想讲善那去了的相，咱就安尼。唔过去了现象啊。去了的相，迄种啊，倒落去了二番，先别番，迄种啊，倒落去了先别番。所以有只人做只讲，善那无有成相，实时时啊，都袂使去了迄个啥，无成相。好，迄个条件，善那无有成相，因为你既然去啊，就是一定爱灭；既然有生，就一定爱灭。所以才讲啥。净有心，净有心灭可灭，所以参迄个心灭啊爱有无？若有生到有灭，要搁起一个心灭法来断除迄个心灭，起码还搁起心灭呢。所以参迄个心灭嘛无啦，嘛无呢。所以才讲时节一灭现前，若安尼才真正达到所谓之一灭，所谓之一灭现前叫啥？叫做涅槃现前。空得无碍啦，空得无碍，清净无染，才叫做一念现前。但是，若做后壁过来讲哦，虽然咱在讲空得无碍啊，涅槃现前啊，哦，后壁再讲，你去来个开始咯。当现前时，伫还袂真正达到一念现前之前，佫袂使去了迄个现前之。想造出，心念造出，安尼都袂使。我安尼想想，我看到这是恐怖安尼哦。要真正达到归依本来哦，真正讲要一心不断，要真正讲一念不生，一心不断，要真正达到清净无碍。那较早过去信的时候，毋知影怎信呢？我好像是讲袂当哦，我是想讲，咱较早信的时候，毋知影怎信呢？袂使讲无呢，咱两个呢，人安怎收缩咱这个学生？人较早四年生，人较早三年，人较早四，咱这个学四年生好啦，敢毋是吗？啊，未来上学的拢来遐讲咧学生，学四年生好嘛对无？啊，人较早四年生就是安尼收的啊，咱这个学的安尼收，咱就是爱安尼收的。唔忙，我一讲咧，还袂过出来咧讲，太搞啊，对吧？即无法度，但是身体就无法度会生出来，下得了，对吧？所以人生只来讲一句，唔茫看轻，家己呢，对吧？咱嘛是伫遮大，对吧？是真，伫遮叫袂歹去尔，所以咱伫遮嘛是要倒倒来遮。你讲个简单个句，要做呢，嘛是作用呢。所以唔茫熬，我是唔茫熬，我想要讲个话。
你讲个足简单，要做呢，嘛是作用。重点一句话就是讲，要做甲唔做呢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做甲唔做，参本有关系，通通没有关系，参上上关系，啊，底上关系。所以嘛，咱特别去，咱大家拢去潜来潜上潜下，啊，你知影就好啦，啊。所以这公司啊，一笔现金、当现金是用无现金之用，哪有相同？迄才是真正的常理不变的道，迄才是真正的真道，真实的真道。啊，所以你讲呢，啊，叫做出道无有实者，也无不实者，迄种的真常之道。无感受的人，嘛无迄个无感受的人，即句话意思咱听无？既然都无感受啊，到尾就都无感，无迄个受者是那个态度，加一个无迄个不受者。哎，咱想无？咱敢想？无有受者，也无不受者，个小姐。这部分在想我哦，这嘛是这嘛是了，再搁讲哦，我无啦，听无啦，这部分我一个，我来我一个，大家我一个来看。无有受者，无有不受者。受者，只要咱嘛，啊，既然也无了嘛，断那个断嘛，断通。啊，不受者就是讲，咱伫这世间人民嘛。爱中央啊，中央啊，放唔啊，袂使个啊。拄啊，你就得看后壁，看后壁伫迄个基础，伫迄个字内面有一句话：常用诸金用，不起用相；分别一切相，不起分别相。有无？安尼咱就讲话，这无另外两个讲哦。讲安尼戆戆啊，都一直在十二三哦，无法度。安尼为常问，无有实者，就无不实者。就是像咱拄只边头教所讲的安尼问题。咱重要的在回想，无有实者，强调咱有实者叫做啥？头前讲的，就是了生死。无有受者，也无不受者。咱尽拢在面向家己世界，咱尽拢是阿个修行，拢阿个，咱尽拢阿个是咧学习人生咯。咱都阿个照得了一切物，咱阿照得一切相，所以咱阿个未使不受者，咱阿个爱心。等咱到咱真正开悟明出来时阵，咱才不受。安尼听，安尼听无？安尼。啊，有诶，遐大声啦，袂当头尾会看见，安尼听无？因为这杯伫咱大家听，无伫咱大家听无着哦。即卖开始讲，哦，我咧看无，望无，啥货，我看不着办。所以拄即卖，即卖闹即个问题，我拢爱小夸大家哦，小夸做一点，咱拢大家下面嘛，对无？啊，体会咱大家，靠着大家集思广益来体会一下。所以无有受者，因为假使咱若去一日头前即句话有受者话，就是讲亲像基督讲的讲有发心有消心，何者受乐，何者涅槃，何者前边，就是啥就是有受者。因为咱去一日了生死相，一日了这生死相。但是咱正阿个伫修行嘛，咱正阿个这现象界，所以咱阿个需要照不照相来明理，所以咱有什么事袂使无不受者。所以受者无受者意思。就是咧共讲啊，但是真正到咱开悟了，岂有一体五用之名？就讲到咱真正体会到啊，明确到啊，开悟了后，恁哪有这一体五用？咱拢讲自性就是体嘛，对无？啊，色心就是用，色心相应色相应就是用。但是真正达到开悟，来又来出来，去又去出去的话，无这个体。无这个辛苦，无这个修行，就无一体五用。所以，迄个一体五用是
除了这个色心，而且做一个垂色加深。所以这个加深叫做时间。后日咱若开悟了后，咱唔免用到这上用到这个时阵，迄叫做不时间。咱今阿哥需要做时间，啊，那为咱准备开班。啊，其实咱若特别拢开悟的时阵，准备开班啊，对唔？那大家都开悟，他也是功德力，从黄金旁边他啦，他都开悟，那个回家要创啊。我讲是安尼，但是咱这方面开悟，啊，所以咱就需要这，所以咱那个是时间。所以呢，这后边再来讲，何方平原，一团金福诸法殿，诸法殿殿不生。所以后边面真正有真正，啊，记得烧了做功夫，成功。经何方经言？你如你所讲的涅槃净空诸法，真正涅槃了后，就一切所有的，咱请咱以这句话，咱直接甲做一个回想一下。若做当时未回未回苦的时阵，未回归本来时阵，伊有开悟无？敢有？开悟嘛，对不？你是这个。伊也未做转去就开悟啊！到无开悟，咩来？咩来当先受无做的生愿？咩来当先受无做的作为？伊就是开悟。但是呢，伊开东山方门的时阵，伊用啥？对啊，是不是变法？开东山方门就是开东山方门。啊，不是安尼，所以伊才带来自己人个涅槃见佛出发。所谓之涅槃，就是得受圆满开悟，见性成佛的人。那是在世的外分啊，但是呢，你讲伊会当进步，诸法就讲保用着了一切法，哪里要如来讲普度众生？要如来普度众生，所以而且伊才叫做讲受者甲不受者。虽然是一个开悟修行的人，虽然是真正真个在世的外分，唔过伊在这现象界要真正普度众生的时阵，伊嘛就爱去用啥？伊嘛咧去照常照啊，啊是安尼，所以现在讲，即个咯，家己咧比着讲，见佛诸法应，应应不生，殊乃谤法谤佛非法，曲解的佛，诶，即个含，曲解的佛咧，是啥起啊？所以，非法，所以法。理未使去，那为什么他就爱有真？为什么他就爱有道理？为什么他就爱有法？因为就是为着了未卖众生。所谓是未卖众生，讲阿弥真正开悟见性的阿弥姐妹，拢叫做未卖众生，所以一定爱有这物件。安尼，这段咱，这段咱。大概了解一个问题，所以后边一段来讲，听我疑问，互相大家观观明相指教，凡夫无其数，为得一微端，主求自性力，莫以为无作，尽俗尽所见，欲实自见本。往日其家名何为真实？所以这呢，立作呢，甲指导开始了后，若要甲讲，已经甲疏导了伊心中的疑惑，已经破除掉了伊心中的这相片光亮，已经甲破除内心了后，这呢，甲真正呢，你甲开始互相来涅槃。所以这个无相大涅槃，简单讲就是啥，就是见果，就是心得啊。心得超心佛都感办啊。所以这有是无相大涅槃。比如啥，见果心得心佛心性心现，我去就无啊吗？对不？所以才叫做无相。所以无相大涅槃，光明常寂寂。
迄、那个完明上一条是甚物咧？一条，甚物咧？完明，自性咧完明。所以咧，过去听见，即拢从咧开始。讲自性就是啥？原道德，王足足，好无？一直都完明。所以，甚物咧？完明，自性咧完明。那你自性完明上一条，所以才来讲。自性，咱迄个念佛，念菩萨，念佛即个菩提。所以咱来看，上简单的比如，佛世尊，对无？佛世尊的念佛，照遍天道无边，迄叫做圆遍相即照。相是啥？真相不变，无论时间安怎交替。无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无就是空间如何的转化，就是啥，遍布到每一个角落，遍布到每一个所在。所以呢，一点的人跟光明相直照，就是啥，真正遍布宇宙，甚物叫做宇宙？咱一般咧讲宇宙，宇宙，宇宙，是咧讲这个本体在所环境，叫做宇宙。那是一个声名，那是一个声名，甚物叫做宇？时间有几度？甚物叫做长？空间有几度？所以时间有包含了过往、今来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空间就包含整个虚空的三千万千世界，所以迄个叫做宇宙。那么我过去的时阵就讲一句话，就讲三千万千世界。所以迄个三千万千世界实际上就是一种空间。那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多久？唔知，啊未来多远？唔知影。所以咱所知影，拄好上现在。过去多久咱唔知？啊，咱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记载，那皇帝以前遐无记载遐。所以过，所以咱讲科学家讲证明讲地球几亿年啊？遐安怎算的？咱唔知，对不？所以这个过去，啊未来偌久，唔当唔想讲，唔当讲太多哦。你着一万块八百年尔，不然你一万块八百，一万块八百以后就无啊。请问啊，台湾要过两年偌久？对不？一万块十二万块千六百年，啊你敢知影未来有偌济万块？唔知，所以唔知讲过去偌久唔知，啊未来呢偌远唔知，咱所知影拄好现在，所以咱真现在，有时啊咱从现在就百年。所以人讲一句话，就讲把握现在，对无？爱把握现在，迄、那个现在叫啥？叫做当下。所以真正有时啊，咱无法当把握现在，咱拢无法当把握现在。所以迄个现在叫做当下。现在点着迄个当下，唔久，迄个啥话就过啊。就变成过去了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才讲的无常，把这反观明常叫做凡夫为之数，凡夫，较未迈的人，凡人，较无耻的人，本来伊文字讲，我讲就凡夫凡人，无就是啥无耻，所以伫遮咧讲无耻较歹听。所以咱讲啥，讲凡夫甲迷茫，其实迷茫甲凡夫同款无。若无迷茫，凡若无迷茫，下个人来叫咱凡夫，对无？咱若无迷茫，就已经开悟见性啊，就不是凡夫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凡夫为之数，未得一微端，什么叫做未得？就是无遵照真理咧实践的人，拢叫做凡夫。无遵照真理、常是不变真理的人，无真正迄个真常之理、真道的人在行，迄种叫做外道。那迄个外道，毋是外口的宗教派门派。咱家己的起心动念，若无下理、无下道、无下良心本性，拢嘛叫做外道。啥物叫做外道？小心妄想嘛，对不对？
所以呢，你拢叫做大根。那人想讲哦，外围的教门，你拢叫做外根呢？不是呢？人家佛教咯，基督教、耶稣教、天主教，迄种正教呢？那么讲较外科呢？对吗？所以呢，哦，外道一微端，所以这种的人生甲死，就讲无真真正无遵循着了真相之道，无真遵循着真相之义去做的，哎呐，伊就了生死，伊是生死的啥？生死的理，生死就是道理了。前面，所以断，所以医生验死就是道理了。头前头做甲你讲，叫啥断相？叫做相见，所以才讲诸求而生念，莫以为无作。诸求而生念，我哋咧讲声闻得明达，目睭所看到的一切，目睭所看到的一切，如果若真正动了起心动念的时阵，遐呢，遐拢叫做相见，遐拢叫啥？遐拢叫做幻境。所以讲，诸求而成念，莫以为无作。尽常尽所见，欲是即见本。所以修伫声闻境界啦，唔通想讲吼，我一切所看到，我心拢无动，我拢啥拢无起了，即无种种无物物件。其实呢，遐想讲我拢无看到，所以人对起来可以讲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视而不知其理。后日啊吼，人真正去上讲吼。修行哦，要修到视而不见，啊听而不闻，视而不知其理，会使甲讲啊用石头，石头就真正视而不知其理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那么像石头，那个意思我记得啥？
迄、那个伊就讲单独有伊独独归因，一项人尔，倒一项人。唯有八路人，搁一项人，伊就是这样，唯一样，八路人，简单讲个啥，开悟了。伊呢，会当开悟心性，会当人生建设的啥，伊个智慧。谢谢。所以呢，咱为什么时常在开班？为什么天子时常把咱鼓励？为什么时常把咱宣传？就是透过头前所讲的四字，经过头前那两个、那两字后边，爱到那两字、那两字，无得咱想，无可能参加到到尾，大家拢会记住。头前的四字，咱讲四字，这四字。为什么在开班？为什么真正是用在咱鼓励？为什么宣传这个事情在咱宣传？那这个宣传，这个鼓励，恁两个叫做啥？头前吸不了，这吼，我家在暗示不低不高，没呀，就是这流量开始。咱家己若真正咱不靠五日，即地位显现，即经济上咱不靠。你开悟见性，迄种同名词啊，迄是义无同名啊，意义拢同款。是，所以呢，才甲你讲讲，伊有过量，方得无出息。伊有真正开悟心性、见性的人呢，伊方得无啊。所以叫做大经里面有一句话作用，有一句话作用。你讲呢？道什么人？亲像咱较早迄阵仔伫香油品的时阵，啊，咱嘛伫香油品啊，还袂到呢，我唔知。因为无啊，咱到遮咱搞到会杀杀，杀杀去。啊，你深夜饮花的时阵，对无？啊，迄个。心烦人，五祖的心烦，什么人得去？就是讲正烦，什么人得去？道什么人得去？六祖讲一句话，咱唔来印象去。八字作有意作深，甚至作好哩，八字字的，对咱修行都吼帮助作大。所以，你就是用心在做。如果从今麦的介绍，
唯有过良人，负担有出息。因为有厝就有食，有体就一定爱有肉，有生就一定爱有死，迄叫做相对。这就是两法，这叫做两别。所以才讲一滴摸唔捌，就讲叫咱去了解，我一定爱去了解。什么叫做摸物？真正咧为运用这物件，包含咱家己本身，咱嘛要伫摸物的内面。因为咱这个嘛是生，咱这个嘛是生的。看，一种五七万，体重五六七十万，你这个是生，那是生。啊，所以呢，再去了解，外现种色相，还是外合所看到的。所以顯示的那種什麼？那種叫做色相，有沒有？所以我們才說色心相顏色，那個色就是在我們感受，就是因為我們有影，就是因為我們有這種，所以我們才有這個色的存在。今天我們如果沒有影，今天我們如果沒有感受，今天我們有這種無色。很簡單，現在現在什麼外面收一個很大聲，大家都發過，那人因為我們就是有感受，所以才讓那個聲給我們引入去，所以才會對他說一直音聲上，那就是音聲上，對吧？我們如果沒感受，我們就會去音聲看，不是這樣，就是因為我們感受說收一個腳的聲在放頭，對不對？就是感受在那個花，所以讲外现即色相，因结因成相，平等如共法，不起凡性见，不作涅槃界。平等如共法，迄、那个平等如共法，毋是讲吼，买着蒙蒙飘飘、白白花花的，毋是哈，迄毋是即个意思呢。那嘛想讲平等如共法，干那讲安着安尼白白花花、蒙蒙飘飘。是哈，好，边顶如无幻，因为啥？不起幻性见，因为迄个边顶，就是天山就无边顶，就是文字就无边顶，所以才讲咧不起幻性见，幻佛甲圣人，幻地甲圣人，众生甲佛。那种叫做幻想，幻如甲现实上简单，伊就是看到，对不？唔过搁一项哦，对不？环境甲现实，环境甲现实，迄嘛幻想。有开悟甲无开悟的人，迄嘛幻想。所以呢，不起幻想的，就是啥？无分别。我是落地了，用边啊，会对面看一下。所以呢，不作遐分界。因为既然无对待，无生死，无环境色，无环境甲这个性格，无环境甲性命啊，哪安尼免啊做遐分？免啊做遐分界。所以呢，今天叫做环，对不？今天叫做假象。今天后日那边等伊啊。要归根，全部要归根本啦。那真正讲在世，或圣人，或出世，或圣人，这个若真正在世生活好，对不对？这个若袂去，凡夫都教的，伊就着爱当做圣人生活啦。但是都实际就是安尼，唔顾着心未使接住，安尼。所以呢，才讲不作一凡界。其他今天若再讲啊。我就修行啊，到后日要回来遐，后日要回来去见净土，要回来见到大宝庙，要来祖师爷身边，要来享受万般的各位。所以念阿弥陀佛来上座。顶上起了下面东西，对不？
所以呢，不做遐白改，所以就讲自变三界断，自变三界断，自变就是生死，自变就是对胎，自变就是凡性，凡是对胎物件都叫做两变。所以呢，如果迄是到开悟心性的人，未使用两变，所以叫做无不是者。唔过，咱即个是修行学道，所以咱一定爱用两边，所以叫啥叫做实证。所以拄则有甲咱讲过啊吼，参咱大家参考过啊。所以才讲两边三界观，三界啥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三界是啥？上中下。三界就是有不了有分别。有外口，有内底，有中央，迄嘛叫做三界。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迄嘛叫做三界。所以呢，两边三界会动。因为若无呢，咱拢还蹲在两边三界。所以过去再来讲一句话，过去再来讲一句话。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三心不可。所以咱修行就爱上上上心，为思想，对无？啊，所以才讲上心登，思想无登也袂使。思想叫做啥？人上我上，受者上少心上。所以菩萨叫有受者上少心上，人上我上叫菩萨。哎，我听下咧。所以呢，用边二用边二边三处观，相应诸结用。自不起妄想，常起诸根用，常应诸根用，对吧？因为凡是这世间形形色色，拢就是要互咱照用。所以咱嘛爱好好来照用，但是爱用好点，爱用好点。所以咧用，用了后就袂使上，就袂使落。所以，我叫他叫做招温、招相，对吧？招温、招温来形容，啊，招相来形容。所以，叫做哪？那叫做相应就应用，而不去用相。咱是要招来应用，咱是要招温形容的，要招相形容的哦。唔，不然袂使去执着掉，袂使心想我无法咧，即我爱哦，我逐项拢爱哦。较久的话哦，袂使。那较久的话就接着掉咧，用了就废啊，用了就煞去啊，少了就就爱用人啊。所以呢，只要去用上，分别一切法，有影无？咱若分别一切法，无碍啊。因为法有善，有善法，有恶法啦，有好法，有歹法啦，方法在人想咧。所以咱要分别，什么叫做善法，什么叫做恶法，什么叫做好的，什么叫做歹。咱要分别啦，咱未使无分别呢，对不？啊，是呢，分别了后，咱都不去分别相，因为咱要照用，咱未使无分别。就亲像讲一间公司要，还是咱家己要请人，要请人，要请员工，啊，嘛要请较好的，啥要请平台啊，对不？啊！你拿有冰冻的，够不大的呀，白毛的吃不大的，你爱方便的。但是等咱用了后，咱就袂使想啊，咱就袂使想讲，哦，我用到你只有到冰冻的啊，对无？迄个呢，就是直接嘛。因阿你来想，我阿唔知只冰冻买点点，头阿只一来，我知冰冻啥，你因为较固定阿记，讲叫做冰冻，迄个就直接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一切法，咱要分别善法、恶法、正法。按消化，正法甲起来用，甲消化两个起来用。但是呢，伫咱起来用照用的时阵，咱了后咱就袂使去想，咱就袂使三七条方法，这什么？这对一个方法好，对一个方法好。对，所以我是咱过去常来讲，咱唔通讲一个江苏，一个江台，你讲做无好，好，一江苏做无好，一江苏做无好是人个，对无？分别一切法，不但嘛失足掉，三方对着江苏做好，天天上迄个是分别相。咱
咱也是爱真理，所以真理就无分别相。啊，所以才讲不起分别相。夹过小海底，迄、那个夹过小海底，我咧甲想者，嘿，那做所讲所讲的这字吼，也是安尼，意义也是足深的。迄、那个夹过小海底，太阳底上，你注意啊，对无？啊，海底海底咧烧，我烧会起，阿妹。面顶烧会开，顶面烧会，伊个对对无？烧会开火，阿妹。用地果行对啦，用地果行就有啥？经过一个啥？河河要用地果面嘛？对无？用地果行。跳凳来，跳凳来，阿娘。跳凳里面水也好。你甲想哦，海底拢水，啊，结果要烧海底，迄水遐尼大，要怎烧会起？是这么有时间来讲嘛？那要过其他迄其他吼，卖讲足久，即久的时间难讲。哎，长的姜文树，伊伊咱姜文树早上早上咧姜文树咧点油的嘛，伊个山，咱当伊个伊个福建人，伊伊个李福建人，伊个跳，阿在伊讲的，我发是听讲的，阿是听伊是讲的，伊讲你看到侬世界或者世界或者，讲唔讲？比如说，咱咧讲世界或者，但是咱唔好去相比。咱较早咧大人骗人的时阵，讲咱若真实实行，要享受秘密，要享受秘密，一万空八百年的，那安尼世界就是偌不够。一万空八百年的呢，咱正讲讲环境要够啊，人烟密集，人那是不得讲的，因为不能维修太长，唔卖几千百万年，咱一百年的唔够，咱要怎么讲一万空八百年，讲世界话就够。一旦在讲，好像不行，不成逻辑，那是不会讲。呵呵，不是啊，所以那是无法听。不是讲，迄个医护人员，你着听，听我先讲。伊嘛是安尼做，比如讲，我捌去，捌去用蒙着，对啦。咱进，因为咱的世界环境就是咧讲，迄个直接、直接地球嘛，地球就是现象界啊，你那不是？所以人即，所以即下话说人，甲你编就是安尼。即下话说人，甲你编就是安尼。啊，地球不但十亿年来也是安那太阳或者地球。迄是咱人咧环境的东西，是地球或者去啊？地球不但十亿年，不但唔系几亿年在啊？地球我咧去啊？哦，对吗？所以地球我咧去啊？世界就是咧只只地球嘛。是咱老去去年，所以较早有听，即个即个开始一个讲，像较早高雄市迄个杨店主长，讲一讲世界话怎样，我饲只一鸡哦，我去去买只鸡啊，叫四五个人食，世界话怎样，饲只一鸡，我卖一只一只鸡就够了，世界安尼话怎样，家己先话怎样，食到中午唔敢跳，啊唔是嘛，那是伫只咧做比喻嘛，所以有时啊咧，所以呢过去，你讲个道理。他们今晚在讲的道理，有时间咱来消化分享一下。比如说，今晚小孩都来了解，会给咱入帮呢。啊，那么，嘿，咱们刘姐，你那里个条件是？嘿是，那上呆呆一条的，比较袂了。没事的，研究所。啊，是咱讲的，今晚有敢讲的？那是多一点，会去再讲的，我发现我历史讲的，啊，多一点再讲的就苦，啊，惭愧一下，啊，但是。看咱安怎讲啊，不是袂使讲。看咱安怎讲，哦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这样来讲，夹过烧海底，这有意义。所以，那恁来讲讲，那迄个春节讲讲，迄个用地果尔，地果就是烧，地果是对，这个就是地果。
真正是天赋，真正是天赋。我咧讲的天赋，今天还不够少，不是我今天这想想天赋咧，两面卖嘢。所以经过这个上，火甲水，才会当达到水火之节。像到那当时要是无水火之节哦，当时啊水。金木水火土叫做天地五常，对不？啊，咱人的五常呢？啊？人义礼智信，啊，最上啥？礼智信。啊，五常上。五常上。啊，咱人要有智慧，爱安怎？咱人要有智慧，爱安怎？是爱哈？对。要有智慧嘛爱哈，要有智慧嘛爱哈。所以咱以后学这个是学智慧。咱伫学堂伫开班叫做啥？开班真理叫做开班，班叫做学开起咱自身的智慧。所以这个水叫啥？叫做。啊火，火，比我想象啥？咩？啥物？伊个我想是啥？伊咱个我想是啥？心。所以咱人人咧是提心光火点，叫比咱安静记，啊对吧？嗯。啊你啊看，火就是上帝。啊咱修炼学道，爱下咧唔免。啊，对，就是刚过以前，然后把恁补来，把恁开始讲，你食米呀？啊，你食多呀？对不？啊，咱的所作所为嘛，爱有下底，要有嘛有下底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在学当中，咱要有智慧，就爱开启家己自身的智慧。所以呢，在目前学的当中，经过学了后，咱也是爱修。啊，无阿无好个，你讲啊，无好个，啊，着好个，阿好个，阿歹个，阿好个，对无？阿好个也捡来，阿歹也捡来，是爱经过咱家己小可修一个，就是我所讲的环境来讲，欠歹，爱歹嘛，对无？所以才讲讲善法恶法，咱来分辨。善法捡来，恶法唔通捡；好个好，着歹个唔通好。所以学好个了后，伫即道中有好个，有歹。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咱就学好的，歹的嘛多。所以学好的爱好歹，你要爱修改、爱修，所以唔得讲爱去避改毛病，迄个是好的。所以叫做修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安尼，你教会修海底是不是爱恁容易？安尼有安，安尼。看好无？这袂问一个吼，袂，你要大家看看好无？啊？看好无？啊，若是真正会晓合，有合了后会晓收，而佫真正会晓做，而做出来了后佫有下力，佫有下力，就是符合真理天道。啊，若安尼想啊，都毋是聚会记者吗？那是安尼，都是聚会记者。啊，若会晓收，会晓做，会晓做，无人收，对无？内心收挂，啊外方留挂，啊外方做挂，啊内心迄个内心留挂，啊过了迄个过去，秘书甲你讲，我白菜鸟滴水，大人救人，我作侪，我特别作侪，伊古内心拢无收，我哪滴水，机会袂记住，所以水会记住。
烧以前烧大家烧，真正海底海里底啊，一水啊，真正火里海底烧袂起，就是火山爆发个，对无？离个地球爆炸。但是呢，这以后来讲是安尼啦，因为咱政治界形象改的是，今天叫今天叫做科幻。咱即卖就是听好啦，咱即卖来去去形象改的是哦，今天叫做科幻，对无？啊，咱讲生活伫即个水清火热的形象改，有影无？无烟火侪起，讲得水侪无的，安怎讲？娱乐设施都没有，不是，所以咧，交配时海底就是安尼讲这个意思。咱爱搁在遮接受设施，咱搁在伫遮伫咧满足生活。接受来的时阵，咱就开始做，不是唔免。哎，接受来是好，咱唔好想讲哦，哦，上天主比真个道教变简单。这个难度会大很，所以时间难到吼，嗯啊，爱等爱等，所以一方面咧讲结束，一方面咧讲结束，一方面嘛咧显示咱这边只是用难度，这个现象个最轻微在就变成难度，咱真正爱注意个提示，所以才对以前才来开始。见钱见见尊严，前面努力目标，对。咱电视要去用卫生巾，唔知；电视要去用水巾，唔知。唔是钱也着多，要水巾。所以，迄是以结束以现象个来讲，以咱内心心情。风过山上叫，风较酸。对吧？生意好，那以结束来讲，咱即阵拢会晓讲第三级个样子，就是健康风险，对吧？风险来来，就是结束难搞。以现象来讲，迄风啊去拍着山，拍着物件，就是烧焦嘛，砰一下大声了，对吧？啊，迄不是结束来吗？但是咱就亲像过去迄阵，正常风啊，飞机讲去空中烧风。甲爱情，迄回天空遐热，看看汪汪，迄个山啊烧风，迄块看汪汪，船个山啊烧冻，偏偏啊会啊。所以呢，风过山上叫风风雨风，真正有法来咱吹到山崩，真正吹到山崩个，喏。所以呢，咱甲防火连珠风就好。迄人工好无？咱台湾人工好较少。迄人伫遐数无比大个地，迄弱电大个人工好济。咱台湾风歹，人口无好。迄真正叫数地吼，真正讲坚决不行的。所以呢，风过山上，你来讲只结束，简单讲叫做只结束。但是呢，咱甲看哦，伊甲咱讲，结尾烧海底，风过山上叶，真相一片多，一番相如是。所以呢，这个意思，真有伫咧甲咱讲修持的功夫。甚至，嘛吼，甲咱讲真正修持的功夫落到啥？落到真正讲结束来临的时阵，咱还阁有法度真正达到如如不动。咱那个活动真，咱那个活动达到真正无时间在咧中央。啊，那安尼就真正真相一面都一块相是安尼。但是请问咱有法度安尼无？简单讲叫做啥？生死见证。